好啦，我跟你们讲，上次可乐要讲的一个事情，一个也是一个故事，就是我那个时候看到一个东西，它是什么？大概是应该在前年的事情吧。干，我也不要说，就是让你们笑，我就让你们笑我。它是那个贴那个贴纸在身上会电那个，可以帮你什么睡觉塑身还是什么干嘛的那个贴片啊，贴片。然后我那时候我一开始看到这东西的时候，刚好我很认真，我打了电话给可乐，哎，可乐，你想不想 FB 的那个买东西的那个？他说啊，要看什么东西？我刚想说，哎，我看到一个他自己帮你垫身体瘦身呢，哎，我用这个东西垫，感觉很快就可以瘦身呢，很优秀。他跟我讲说啊，妈，你不要被骗了啦，干的 FB 都骗人的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干他妈，我跟你讲 ，Ronaldo 也用这个，哎，啊，你要说 Ronaldo 也是骗人的吗？啊，踢足球都用这个，他在上面贴那个足球的人的照片呢，你要不要好好跟我讲清楚哈？他是想说不可能吧，你贴给我看吧，你贴给我看哈，我就贴给他看。他说干，这骗人，这 P 图的怎么可能足球员用这个？然后我就想说干，不可能啊，对啊，蓝那个什么梅西特别介绍，哦，写超长一篇的，哦，我一看到我。看越看 越心动，我想说他妈垫一个可以瘦身欸，只要撑得住一个月自己就瘦下来。然后那时候可乐还跟我讲说，我跟你讲真的，不要浪费钱，你拿那些钱不如拿来抖内我，你不要再，然后我就直接巴兹啊，我就把他电话给挂了。然后隔了十分钟我又打一通电话给他，可乐，我跟你说我买了。他说你既然买了，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，你到时候试用完之后跟我说看看怎么样吧。我就说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我就试用看看吧。然后我就晚上的时候，哎，拿那个东西放在自己身上垫一下自己，哎，干，奇怪，怎么没什么感觉啊？这真的有用吗？我一直很犹豫。他是要垫半个小时，要一天休息。我第一天过了，我想说干没感觉，开到三好了，因为他总共有五，我就去把它开到三啊，滋在那边垫，干，有点麻麻的耶。好像还是没什么感觉。第一次开三电完之后，隔天开到五好了。最后一天我就开了那个五，要贴在自己身上。然后我想说，干完蛋了，好像没用哎，死定了！我开到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干是不是粘得不够紧？然后我就很用力一直粘，干怎么办？唉，喝一口水好了，水打翻了，干我他妈直接被电到老二都歪了。我那时候想说躺在床上，干。我就大概这个姿势，我给你们看，那么就啊，放在身上啊，喝一口吧，因为你躺在床上嘛，你这样喝水就从这边这样流下去嘛，对吧？你一肥宅，你本来就会这样的嘛，你一肥宅啊，水流，在那边吵吵他妈，直接全部拔起来丢地上，然后就打个电话给他，干他妈老子再也不买这种东西了。哇操！我跟你讲，那真的是不开玩笑，那个东西我就直接丢了。那好像2000多块，我给你们看在哪里。我一定可以真的贴给你们，而且我也保证是真的。你们可以去试试看。干，我查不到了，那一件已经完全直接躲起来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人也跟我一样有买的？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不要觉得丢脸，我都自己都讲了，你们有买的有还找得到网址的，就是可以贴给我一下，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。对呀、啊，我那时候想说，干垫一个，他妈我这直接变成修杰那个什么修杰克曼还是什么鬼的，我还是太年轻了，真的，我差点垫一个休克啦。我很常被骗，好不好？这个社会太险恶了，很凶险了、啊。